Hello， 我是 Nathaniel， 我是2004年理工大学毕业的，就读 Building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一科。毕业之后我就入了承建商入面工作，由于我是读 BEM 一科，所以就可以参加公司联同香港工程师学会举办的 STEM A Training， 令我可以融会贯通地应用大学学到的理论。完成了 STEM A Training 之后，我就成为公司的 Assistant Engineer， 之后再成为 Engineer。 由于 BEM 在市场上有很大的认受性，配合相关的工作经验，我就有资格考取建筑所需的认可资格，包括英国的 CNOB Chartered Institute of Building、 香港营造师学会、工程师学会。考取依类资格之后，都增加了我在公司的晋升机会。之后我就成为公司的项目经理，参与公司的管理工作。待遇方面，在一两年里面，新入职的毕业生已经有2万或者以上的人工，而且读 BM 之后可选择的工作机会也都相当之多。